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《风色幻想二》啊，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冒险吧。那我们就因为它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走而已，所以我们就准备进来哦。好，就进来这边吧。哎，我是遇到怪吗？What the hell？一开始就遇到这，哇塞，这什么怪啊？哇塞，大家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怪好猛哦！这个就是在上一集说到的那个智羽龙吧？哇塞，居然有遇到哎，智羽龙真的哎！哦，它那叫声好特别哦！哎呦，但没有看到，这是智羽龙，喂、哎！哇，想不到一开始就遇到怪哎，就遇到这只怪，哇！哇，而且它好像蛮硬的哦。哇，而且你不会挂了？哎，怎么还没倒啊？我记得，哎，它是那个吗？它是应该装甲的吧？还没倒。哎，我你不会挂。特技爆甲级，喂，爆甲级，喂，小，还没死。攻击智勇，嘿，侧夹弹，嘿，嘣，还没死，完，他干嘛？哇塞，这是什么绝招？大家有看到吧？哎，他攻击我亚修，哇塞，这个，哦，他倒了，哇，一只一万。哇，一只一万经验哦，金银之类，利弗32等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天啊，刚刚是怎样？刚才打到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特殊金银之类在哪里啊？辅助回复金银之类，哦，是回复 HP 跟哦，这个是最好的药就对了，这个是最好的药就对了啊，对了，然后顺便我们就对了，这个伊甸之斧。我们顺便给那个杰诺赚一下东西啊，杰诺郑阿爷，哦，他穿的东西果然还有，现在还不错哦。帝王之铠好，我看一下帝王之铠就给他好了，然后帝王之铠，然后炼钢斧我换成伊甸之斧，哇塞，大家没看到哦，这个伤害爆痛的，这伊甸之斧是在前几集好像在罪人之塔那边，然后就抢到装备。然后利斧的话，他装备好像还是很不是很说很好哎，好吧。不过能够遇到那只怪，真的是蛮幸运的。大家可以再多回味一下吧。哦，怎么？我吓到了。我这边是干嘛的？然后这边还有？难道说这边还有吗？哎呀！哎，这个是上次打到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攻击那个攻击雪狼，我记得雪狼应该是速度型的吧？好，攻击雪狼，哦，死掉，耶！然后特技爆甲级，哦，大家没看到伤害爆痛的，哇塞，真的超爆痛的！哎，巨人糖果又打到了，哇塞，又打到巨人糖果，超开心，超开心！技巧。我看一下，对，杰诺的技巧好像也要点一下哦。那我就给他来个，他这爆甲级，因为杰诺他其实是就是那个类似，他是也是破甲型的，所以我就这样点好了，蓄力点，OK，这样子。OK，那我这边要怎么走？我看一下，哎，走这边吗？这个是血什么？好像血妖精之类的吧？攻击这个，先打血啊。然后这个血妖精，我记得它应该是破魔弹，它是魔法型，所以用破魔弹。哦，对，它是破魔弹，没错。你看一下就死了。攻击，那杰诺的普通攻击是怎样？看一下。哦，一下就死哦！哇塞，这么猛！哇，这太猛哦！
哇，一下就死了。完美钻石又打到什么东西？亚修39等，哇，练那么快哦。道具，等下，完美钻石什么东西啊？辅助回复完美钻，在哪里啊？攻击，攻击类的，魂体，完美钻石在哪里？完美钻石 ，diamond， 这个是完美钻石哦，提高防具 10% 的那个 ，OK， 然后吸血之魂体，武器攻击时可以吸取敌人的 5% 哦，好像打到那个非常多的东西，这是哪里？有，特技，我看一下震撼弹攻击血狼，耶！特技攻击破魔弹血妖精，你看超猛的，对不对？拜拜！攻击一个人就爆痛啊！这边是哪里啊？我在。我在干嘛？不要打我利弗，利弗快挂 ！biu！ 打错，靠背，我打错字。攻击血元兽，yes。拜托，我节目砍那个血元兽，跟就在砍樱桃树一样。好有没有巨人糖果？没有。节目，哇塞，节目又是节目升的绝。等一下，节目状态技巧。节目的他已经又有一点了。OK， 那我可以用什么？绝对防御是什么东西啊？OK， 那我用一下他的，这个是他这两个是他潜力的，就是他潜力用的，就是潜力值满的话，他就可以放出那大绝。那我就点这个好了，那这边没有路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哇，不过这地图做也蛮精致，什么精致？根本就其实是。真的风景还蛮不错的啊，因为现在线上游戏嘛，不管是线上游戏还是什么游戏，他们画风都做得非常精致。可是像这种比较古早味的，真的已经很少再看到了。攻击，攻击那个不特技，震撼弹，嘣，特技破魔弹，拜拜。我们看，再来是走哪边？是走这边吗 ？OK， go， 冰河之桥。是这里吗？我又遇到。What the hell？ 特技震撼弹，血妖精。没有，这次居然没有死。这边快变硬了。血元兽。这边怪好像变硬了，真的变硬了，哇塞，巨人糖果谢谢，利弗33等，好开心，好再来，好特技，精神夺取，拜拜，特技破魔弹。嘿，嘣 ，nice！ 不过杰诺的虽然说攻击很高，可是他速度很慢对啊，杰诺速度有点慢。哪里？继续走这边，这是哪里？雪原洞窟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居然敢打我！攻击血狼，
攻击，血王，嘣，劫恶血，哇塞，劫恶血要有3000多，真的是好好羡慕。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没有路可以走啊？哎，是走这边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怎么又遇到了？特技震撼弹。哎，真的哎！哦，天啊，被晕了，被晕了，被晕了，可恶！有没有搞错？特技，啊，别别，直接攻击，嘣！哎呦，杰诺，杰诺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我们需要你。哎，好像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需要你了。OK， 巨人糖果，哦，又打到了。是走这边吗？哎，是这里哦。哎，走对，哇塞，这边的路要怎么走啊？鬼鬼，整个都看不懂。OK， 那我在这边存档一下啊。那存阿爷。OK， 那我存这里好了，存这第一个，确定。OK， 大概就这里了吧。哎，还是哎，是这走这边吗？这边没有路可以，不不不不，去哎，这边就遇不到那个治愈王，所以那个治愈王是一定要在外面吗？也对啊，我在洞窟里面应该，对啊，在洞窟里面应该不可能看到那么大只的龙吧？这张蛋，哎，这就一击必杀，好，特技破，哎，侧甲蛋，拜拜。哦 ，yes。巨人糖果又打到了，哇、哦！这边怎么那么多巨人糖果啊？嗯，啊，这边有路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在、啊、这里吗？我、哦、What the hell？ 特技震撼弹，哎、哎，震撼弹在哪？哎，不对，看震撼弹打雪狼，雪狼拜拜。好，特技破魔弹，拜拜了。啊耶、yeah, ，nice。哦 ，OK。那走出去应该是，哎、欸，哪里？